网龙不断持续开发游戏，预计今年十一月将推出史诗冒险力作《圣剑 Online》，为呈现游戏中重要的剧情与场景。中华网龙为《圣剑 Online》精心打造过场动画，还找来多位国内知名插画家替游戏描绘许多个性鲜明的人物造型，甚至还有《圣剑 Online》同名漫画哦。